鉴定一下抖音热门现象丁达尔现象。看这张照片，是我在2020年嫦娥5号奔月前站在远处的海滩上拍下的文昌发射台。当光线穿过云层，我们看到了它的形状，哎，当然还有毅力期间的发射架的剪影了。为什么会出现丁达尔现象呢？这是由于一束光线在穿过其路径当中的颗粒物时会与它们发生碰撞，然后散射的结果了。这便给了我们机会能够从侧面将光的形状捕捉下来。这的确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啊，尤其是再加上你常常能够看到它的地方了，充满雾霭的森林里面。由于空气当中充满了细小的水蒸气颗粒，一种完美的光线散射器，就让在这里看到的丁达尔现象呢相当的生猛，也相当的梦幻。虽然你在只漏了一道缝的卧室里面通过猛抖一下床单理论上也能制造出丁达尔现象，但是我是强烈不推荐的啊！毕竟成年的灰尘和清新的水汽哪有可比性呢。另外还有一个明显到直接就被我们忽视的现象，其实也得益于丁达尔效应啊。蓝天这张照片也是当年的文昌海滩，你看除了光有形，天也很蓝吧。为什么呢？因为颗粒会散射光线，但咱们的大气里面颗粒可远不止水蒸气灰尘和烟雾啊，最多的还是组成空气的氧气氮气这类的气体颗粒啦，它们比水蒸气和灰尘要小得多。所以当组成可见光的红橙黄绿青蓝紫这七色光波穿其而过的时候呢，就不会像是碰到大块头的水蒸气一样被全部散射只呈现出白色了，而是被波长较长的红橙黄绿等这几个家伙躲了过去，只挡住了波长最窄的蓝光和紫光了。哎，那咋整呢？那就只有散射这两色的光呗，把它们洒满整个天空也不算亏嘛。于是天空看起来应该就是蓝紫色的了。哎，不对啊，哪里有紫色呢？这个我们看不到并不代表它没有啊，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对蓝色更加的敏感，所以对我们而言天空就是蓝色的了。哎，请问在你的眼中天空是什么颜色的？